下，防得不错，好球，看反击，外轮自己来，有了，好球，漂亮，这个球打得也比较坚决，没有去减速，保守，而先找对抗，一个停顿。加罚也有，我们攻的还可以，这怪轮的这一点的冲，怪轮好球，这下有错位，换左手大进，怪轮后转身漂亮一个习惯动作，上抢的这儿凶，犯规了，留脚。我第三节其实打的总体还是可以，是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得了好球20分了，这一节。对，这一节20分球。换，换人了，小打大，拐轮，先享受。他们也说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，都非常的丰富，而且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你走到一定的高度，他肯定是经历了很多的，漂亮。看反击啊，给怪伦，真快，怪伦速度很快，直接上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，双方都很快，坚决，嗯，回给怪伦，在掩护，没有要，怪伦小炮头自己来，好球，不错，哎，好球，怪伦一个抢断，这边找克兰白克，差一点，这时候就从一个基地，然后腾空起飞。啊，就感觉跟一个喷气机一样，直接就起来了。怪伦，机会不错啊，没有把握住。